爱情老年公寓招募室友，情侣入住房租减半，水电全免。联系人胡阿姨，2063年5月1日发布。小姐姐你好啊，你谁呀？我是来应征租客的。你出去。为什么呀？我这消息刚发出去你就来了，你是外挂吗？ Sorry， 我用的是 7G 手机，可能网络有那么一点快。别跟我扯什么 7G 啊，还大力出 7G 呢。哎呀，现抓的现抓的，这就是你讲的现抓的。你明明就是撞进来的。我这不是激动了吗？这不是爱情老年公寓守则第一条就是禁止一惊一乍。我跟你说，这屋血压偏高，这屋心脏搭桥，这屋神经衰弱，这屋风雨飘摇。你这四六八阵弄得我真想接着聊。不过为什么是风雨飘摇呢？早上出门忘关窗了。总之啊，都经不起折腾了。我看你年纪不大，不到70吧？今年69。69，烦死狗。你说你这动不动就突然闪现，再把大家伙吓着了，不行不行。不是，我是爱情公寓的铁粉，我一想到我能住进来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。